辅所书，以辅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以弗所书。找到没有？既在十字架上命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的，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近处的人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感动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着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一同来闭目，为今天所查考的以弗所书献神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，使我们每一天从你那里领受到丰丰富富从天上来的话语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从世界中间召出我们，使我们这群人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在普天下为你真道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我相信今天你必能在基督耶稣里面建造我们，使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得以通达，使我们的眼睛得以开，使我们明白你救恩的奥秘，把以弗所这些书交在你大能的手中，按照你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查考以弗所书，请你亲自来解开这些书，使这些书向我发出莫大的亮光，叫你众儿女借着这些书而得到造就。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今天把所有的环节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，无论摄像的弟兄还是讲道的还是在下面听到的弟兄姊妹，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，求你为一灵穿戴我们，以一灵感动我们，以一灵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在基督的真道上合而为一，使我们都能明白你话语的奥秘。求你亲自在我中间居首位上王权，除去中间一切那些邪灵和撒旦的搅扰，你亲自来清净你自己的会体，使我们在你面前完全被你的话语得着。求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求你来引导我们，照着你自己的应许给我们成就，把教会建造成为基督居住的所在，被圣灵充满，充满万有者的灵，充满你自己每一个肢体，充满万有者的灵，充满你自己的法器，照着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说话，请你亲自向你自己众人说话，请你亲自来引导我们的脚步，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打开整个全世界的福音的大门，让更多的人得知你的救恩，让更多的人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，让更多的人都能明白你救恩的奥秘。求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你来眷顾你自己的众儿女，使我们都能在基督的真道上合而为一。求你来引导你自己世界的教会，使你世界的教会都能在真道上同归一，在基督耶稣里面彼此相爱。求你来引导这一点的时间，借着这点时间大大的祝福弟兄姊妹的心灵，应允我的祷告感谢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。好，咱们继续查考以弗所书。昨天我们查了一期涂抹的在玉璧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爱有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，即将一切的这些以灭了冤仇呢，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就是那些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造成一个什么？第十八，两下造成一个新人，教会是新妇，也叫新人，这样神在教会中间做了这么一件事情，就是
在十字架先灭冤仇，涂抹了在绿林上所写恭喜我们有爱的国主君，把他撤去留在十字架。有这个东西，就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拦阻。哪里没有律法，那里就没有过犯。有律法的人，他有过犯；有过犯的人，他还指证别人有过犯。所以这样呢，形成一种拦阻，人和人之间产生一种拦阻，神和人之间有一堵隔墙，是不是啊？神和人不能够相处，人和人之间也不能相处，必须把这些凡是能够拦阻我们和人和好的东西，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都要把它涂抹掉。只要律法今天能够定我们罪，上帝就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灭掉这个冤仇。因为这个冤仇不灭掉，不涂抹掉，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合一。外面可能是合并的，肉体上可能和好的，但属灵的生命上不一定是合一的，不能被一个灵所感动，不能被一个灵所传带，因为中间有这个拦阻的东西。你或去守律法被圣灵感动，你或今天不守律法被圣灵充满，因为充满万有者的灵要充满我们，必须把中间一切的人为的东西或地上的东西都全部把它除掉。接着两下，接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这件事情，死两下，把两下造成一个是吧？新人，这新人是什么？我们首先看启示录，我们把圣经打到启示录，这新人是什么？启示录十九章，新人也叫新妇，新妇也叫贞洁的童女。那这个童女代表什么？代表教会。唯独外邦人和以色列合一，才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才能成为一个新人，造成一个新人。也就是说，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被上帝所预定拣选的。那么这样，犹太人和外邦人不能中间有别的东西，有别的东西一下就拦阻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合一。耶稣讲这样的话，我还有羊，不是这群里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要你来归为一群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说我还有羊是指外邦人，对不对？我要你来归为一群，就是和犹太人合而为一，造成一个新人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外邦人也是属于羊，犹太人也是属于羊，这两群羊要合而为一，合到一个圈里，被一个牧人所牧养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边任何东西把我们和犹太人中间有一种隔阂的东西，耶稣在十字架全部把它除掉。他除掉，你不能往上加，你一加就成隔墙了。甚至现在有的人，犹太人不守律法拉走。这个律法就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，也是我们今天两下不能合一的一个主要的因素。这个因素必须把它除掉，好不好？就像你和你的丈夫中间有一种因素，这个因素必须把它除掉，才能够在基督耶稣这个大家庭中间才能合一。你我中间，你有律法，我没有律法，我们俩不能合一。你信不信？你有规条，我没有规条，我们俩不能合一。所以为什么说在基督里头合而为一，同归于一呢？如果今天我们俩的领受，你领受圣灵以外的话，我领受圣灵以内的话，那我俩还不能合一。今天上帝要合一，要做一个外邦人和犹太人合一的工作。好，我们先看七节，看七节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的。预备好了吗？新妇怎么预备？用信心。下面说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。圣徒所行的衣和别人所行的衣一不一样吗？有许多人他是圣徒所行的衣，这不圣徒行的衣吗？就拿雷锋那个衣当标准，
就以为是雷蒙的意，就叫圣徒所行的义。圣徒所行的义和世间上的义一不一样，那是得蒙恩，这是蒙恩得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蒙恩得穿光明，就是我因信耶稣基督穿上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圣徒所行的义，这就叫圣徒所行的义。什么叫圣徒所行的义？就是我接受耶稣基督这么救了，因为我是蒙恩得，是上帝给我穿上的细麻衣，是从神那里来的义，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披戴上这个细麻衣的，是蒙恩，是我蒙恩得来的，不是我自己肉体中间出来的义，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细麻衣，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听懂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圣徒所行的义和世间雷锋教育部所行的义一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因为我们是蒙恩得穿的，是从神那里得来的，穿上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是新妇预备整齐，新人也叫新妇。或在传在雅歌书里说是什么？良人和什么？良人和什么？啊，和心腹，对不对？那里面也讲心腹，这个心腹是指什么呢？不是指一个人说的，而是指群体说的，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群体。这个群体是什么？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个新人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新人，所以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，这个叫新人。旧事还有的叫不叫新人啊？不叫。什么叫新人？更新完了的叫新人，对不对？没更新的叫不叫新人？不叫。旧事还有的叫不叫新人？不叫。不叫新人。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，这是根据后书的第五章的十七节，对不对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这人下面说他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你也是新造的，我也是新造的，你我的肢体合到一起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在基督里，你是在亚当里，能不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？能不能成为新造的人？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，所以他叫什么人？新人。比如说我现在还在旧事里活着，还在律法下活着，还在旧约里活着，叫不叫新人呢？不叫呀。旧约是不是？旧教、旧酒，这是圣经耶稣经常提的，对不对？还有旧布、新衣服、新布和旧衣服，对不对？这样的经文经常出现，经常出现新旧两个。耶稣拿新旧两个表明什么呢？你首先是接受从天上来的，你就是新的；你们从地上来的，你就是旧的。你从新约里领受的话语，那就是新的；你领受的是旧约的那个字句，你还是旧的，是不是？每个人当他不明白的时候，他在活在背底下，这旧事还在他身上，是不是新人呢？不是新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，这叫新人。造成一个新人，那你现在预备好了吗？预备好，你是新人呢，是旧人？新人。活在哪里就是什么？活在旧人里那就是旧人，活在新人里那就是什么人？不是在基督里，在亚当里，在基督里是新人，在亚当里是旧人，对不对？在基督里众人都要活，在亚当里众人都要死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那么现在这段经文就是将亚夏借着耶稣造成一个新人，我要想成为新人。旧约律法上的那些事情我必须不去遵守，昨天我讲不遵守而不是遵守成为新人，我为了讨神喜欢我去遵守律法上的条规，为了讨神的喜欢就以为这是新人，是不是呢？不是。而这里面说只要你现在想过成为一个新人，那我必须不去守旧的东西才是新的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我还守旧的东西，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也没有废掉冤仇，是不是？就是在纪念律法上规条，那我还去守律法，我一面守律法，
我一面说我是新人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不是说你事儿，对不对？神要看看每个人的心，检验你，也叫你个人检验一下你自己的心，你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？你在新的里活还是在旧的里活？是不是？你活在哪里很关键的。这不是我说我活在哪里，你嘴里说的话，你信不信？我就能看出你在哪里活，能不能知道？能。你在旧里活，一说话就知道。那我再犯罪怎么办呢？这个人在哪里活？你听能听出来不？能。在肉体里活是在基督里，在肉体也肉体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活的那个，那我再犯罪怎么办呢？你说这个人在基督里，在肉体？你算一下，看一下啊，咱们就真的来判断一下，这个人到底在哪里？主啊，我的罪还没洗净，你的宝血厚厚涂抹了。这人在哪里活？救人，救人，是不是？你看看所有圣经里头，真正靠着主站立在神面前的人，哪有一个用宝血厚厚涂的？四福音那么多，保罗所写的书信也不少，连希伯来书一共是14封书信，这14封书信有没有用宝血厚厚涂的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么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要不用宝血涂，它没有异端。什么呀？不用保险出来，一端的。他活在哪里呀？活在旧世里头，活在新世里。旧世里，活在旧世里。那么这里头说什么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了。在基督里的人，旧事就已过了，都变什么？新的。什么过了？旧的。旧的过去都变成新的了。那他新变没变？变。变成新的了，说看哪，新天新地，新的耶路撒冷降临的，是新的，是圣经新旧这两个特别，那旧的天地过去了，都变成新的，没变成新的，开口就说旧的话，你信不信？没有里面的新酒，一出来就是说旧的话，没有这个新酒是圣灵，对不对？没有圣灵内住的人，他开口就说旧话，开口就说肉体的事儿，没有灵啊！你信不信？弟兄姊妹，你也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。耶稣光天一洗你，一洗我，我啥时候有罪，啥时候洗。这人说话是在旧的里，是在新的里。在旧的。有一个地方，山东有一个地方，一开始接待我，接待之后呢，说一句话说，这是世界最棒的道，世界最棒的道，但是有一样不能接待你，为什么不能接待你呢？因为你在这讲完了，我从前那一套东西全部没有用了，我就知道我这个是假的，我也不能接待。接待弟兄姊妹都仰望你，都去听你讲道，我怎么办呢？这人活在旧的里，活在新的里，有主的心还是有自己的心？自己的心。你这老亚当的心在里面作怪，对不对？他在旧事里面活着。那董一叫这祷告，我的腿疼，给我祷告，故意就试验他一把，把腿伸过去，放在那个凳子上，他就开始就从手从这个方。我的宝血，我的宝血，我的宝血。说后，我说主的宝血，同志们，从头看看主的宝血。宝血洗洗洗洗，这肉体是主的宝血。宝血从这个肉，因为我在那地方讲不到，我说宝血只洗一次，就洗我们的奶。他现在宝血往哪？他国内。那么这人是在旧世里，在新世里啊？新世里新人，他我们这个新人一次就洗干净了，对不对？这肉体根本不是用主的宝血洗，那为什么让主的宝血？主的宝血在哪里？在旧世。哎，杂乱截断除掉三四代，干嘛？行了，这件事在哪里？旧世。
砸烂、截断、除掉撒死干的罪，别除掉亚当的罪，砸烂、截断、除掉三次蛋的罪，对不对？在旧里的，在新的里，你怎么知道在旧的里？砸烂、截断、除掉三次蛋的罪，在旧里的，在新的，断罪，断哪个罪？三次蛋的罪。砸烂什么？谁的罪呢？三次蛋，你老祖宗，你肉体的老祖宗，三次蛋的罪。我们这个罪是因为我们肉体老祖宗犯的，还是亚当犯的？上帝定罪是按你老祖宗定你罪，他当亚当定罪，他亚当定罪。那么我们就找到根源，他这里他是旧的，他为什么是旧的里头？我们可以看圣经，就是创世纪第二十章里边第一节就说什么？说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妻子多少代？是不是三四代啊？他一看，你看这个律法，我可能犯了律法哪一条了？我得赶紧用耶稣的宝血砸烂、截断，要么三四代，前三四代。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韩犯了错误之后的呢，咒诅他下一代的，是不是？迦南必咒咒诅。他一看这个，你看这都能得咒诅三四代，所以到我们这一代，我们一要有病了呢，我就得砸烂、截断、除掉三四代罪。可能我家上边老祖宗犯的罪，影响着我，所以我就得砸烂、截断、除掉三四代罪，对不对呀？不对。他在哪里活呢？在就在旧事里活，在新事里活。在旧事。那我要想成新人，我得不得把旧的都丢掉？对。啊？对不对？就丢掉。耶稣来在十字架上就结束了所有的旧，耶稣从死里复活开始了所有新的，耶稣整个把新天地都换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把新整个的事物都换了，这个世界整个都更换了。所以在保罗在凭信心讲话的时候，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说什么？我断不以别的为夸口，只夸耶稣钉他的十字架，因着十字架，就世界人问我已经钉在哪儿？钉在十字架上。就我儿子世界已经钉在哪儿？也是十字架上，是不是？对。这就把一切都在信心上更新，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叫什么人？新人。心意没更新没变化的人叫什么人？旧人。听懂了？听懂了。心意没更新没变化的人叫不叫新人？主更新完了，你的心，这个信心必须跟随，跟住主的所做成的救恩，这个人就是已经更新的人。主做成救恩，他说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，那你今天也是要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，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一个新人，在基督以外不可能成为新人，我使劲用肉体把也不能成为新人，我使劲用肉体来守也不能成为新人。唯独有一样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这样才可以。听懂了吗，弟兄姊妹？听懂了。你看，以弗所书这里边讲的何等的关键。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么大的工作，我们看回到以弗所书。在哥林多的前书也提到这件事儿。提到什么呢？提到一点念叫能使全团都发起，一点念叫能使全团发起，新人旧人得得分开，造成新人跟新人旧人分开，新事旧事分开，新旧两边分不分开？分开、这样新事旧事分开，新人旧人分开，新约旧约分开，这样的人在新约里的人叫新人，对不对？撒拉生的叫新人，那要夏甲生的就是旧约，夏甲预表旧约，那是什么人？旧人。夏甲代表律法，生子为什么？为奴的。所以我要想成为新造的人，必须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不爱我的字句，把那字句撤掉。我不守字句，我不守旧约，我不反古。对不对？我是新约的人，我必须活在新约里才叫新人。我是撒拉生的，我必须称撒拉为女，对不对？那么我现在我是撒拉生的，我跑旧约的时候，旧约
能行吗？对不对？这里面就是哥林多的后书的第三章，第三章最后说主就是那里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能有自由的人，成为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我现在跳到旧约里头，去守旧约的所有人，给那些蒙古设立的规条，在十字架上没有涂抹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这字句没钉十字架。再后来，主没钉十字架，我把那字句拿去烧去了。我现在都不想跟那些人交通了，那些人一上来一交通我就听，听我头，我特别多，我头都大，不想跟他交通。我说有的时间还不如把狗拉回来印一印呢。有的时间我就实在跟他们交通不了了，他就跟你犟。那立法不都是神圣吗？是啊，石头也是神造的，你咋不吃了？啊，石头是不是神造的？是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，狗屎也是上帝造的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好坏，你说不让他吃狗屎啊，他不行，我不吃不行，就当吃臭豆腐了。他非要吃不可，你不让他吃这种上帝不让吃分别三个树果子不能吃，你吃了那就必定死，对不对？律法你不能守，你守就受咒，对不对？旧的东西你不能守，因为我们活在新约里，守旧的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守旧的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，用不用守康熙那个时代的法？不用。康熙那个时代设立的法律，用不用去守？啊，乾隆年间设立的法律，你要不要守？时代变了。因为我们现在有现在的法律，那个时候有那时候的法律，你这个时代跑反古去守那个法律，国家成不成随你啊？你就算你把康熙的、乾隆的、道光的、光绪的，甚至宋朝的所有年代的法律，你都守全了，今天的国家能不能成全你？说哎呀你不错，你守古代里面吧，还好，就成全你，能不能？不能，不能，因为你守的法律和今天没有一点关系，因为今天有今天的法律，对不对？对。过去有一种法，就是六十岁要不死就活埋。听没听说？听说。那个不得守啊，这六十不死的活埋。我们家我姥姥都超过六十岁了，我奶奶都超过六十，八十也埋。你埋试试，你照那个法律来埋今天的人，对不对？上帝不刑罚你，世上法律也刑罚你，信不信？杀人。对不对啊？对，能行吗？能不能行啊？有许多人糊涂，那就糊涂在这个地方。反古，我们新约的人去守旧约的规条，对不对呢？对，明显的错误啊，可很大的错误。我们外邦人去守犹太人的那些十条诫命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对。犹太人十条诫命，现在雅各给变成四条，在使徒行传变四条，你守不守？这些东西要不要涂抹？涂抹。日子、节期、月岁、安息日这些要不要守？不守。要不要守？定好的要不要守？昨天我们查到那个说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欲腐败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，没有功效，对不对？没有功效为什么要守呢？啊？没有功效你为什么要守？你守的东西对今天我们有帮助你才守，对不对？连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为什么要守呢？你得说明个缘由啊！你不能在那守完就拉倒了，守完上要找你算账的。你说我守不住了都跑了，逃之夭夭的，上帝会不会叫你逃之夭夭啊？守完了没守住，逃之夭夭，可以不可笑？可以。罗马书第二章就说，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那些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，必按律法受审判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严不严厉啊？严厉，严厉。严厉呢？主涂抹的，为什么要用自己加上一些规条？这个不可拿，不可尝，不可摸，等着你规条，还要教弟兄姊妹守呢。面上不守，心里守；明着不守，暗里守。人前不守，人背后守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那不守就是不守，那怎么还这一条不守，那一条得守？
前面那些不熟，那这十条街我们得熟。十条街没有没有熟。只要是犹太给犹太人设计的，我们一条也不能说，好不好？我既然讲了，我就不怕，谁攻击我都不怕。我还放，有人说，我还放讲悖逆法的，不讲什么法，你讲悖逆法的。啊，谁背呢？我没背，我讲不少，还没背呢。你讲少，你守住才背的，听懂了吗？我越过那红绿灯，我还没有废掉交通法。你走到红绿灯，你却闯到红绿灯，你还要废掉交通法？谁废你？谁废的？我没有从这个，我不从那个从红绿灯下开车，我从别处从小道沿长小道开车过去。你怎么说我废掉你吗？我不去，走到红绿灯，我不用遵守他的交通规则，所以我也没办法。警察也不能找我，对，警察找什么呢？找那些在红绿灯以下闯红绿灯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有的人子简直糊涂透顶了。你说我不守，咱们越过去，另外给你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他不干，他非要去守，守得守住啊，还守不住，守不住天天犯，早晨浇多，晚上犯罪，晚上认罪，你说他守不守住？是吧，江哥？是吧？保守我心怀意念。听其规则，让我有好行为，别让我犯罪吧，不要犯所有的条，不要一点不让我犯罪。早晨交通，晚上就开始什么？证明他犯罪犯了，他要凭行为，他早晨交通晚上犯，不是晚上犯，白天就犯了，犯完晚上就开始什么？证明他是罪人之一人，罪人证明他在旧事里，在新事里，旧事证明他守旧教是守新教，旧教甚至说所献的殿若圣洁，全团也就什么圣洁了，圣不圣洁和你个人没关系，耶稣所算献的殿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在全团里就都称为什么圣洁，圣洁，所以树根若圣洁，树上是树枝也就什么圣洁，耶稣是树根，我们是树枝。我们建立在耶稣身上，不在旧人身上，所以我们就圣洁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造成一个什么新人，是在一个新人里造，还是在两个新人？一个所以说你何等的糊涂。你要说我们不守律法，我越过律法，你不守律法非要违反的，那耶稣说一点话都不能要引导你非要的，谁定标准？你说谁定标准？律法总结已经是基督的，我把基督结起来，我们我信他的基督，是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了。我现在也得着律法之道的义，对不对？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说：“律法既然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，上帝就知道你不能行，才打发他的独生儿子成为罪人的形状，在肉体中定了罪啊，使律法要求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。”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，律法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而那些靠守的人，他守不住，谁背了？他背了，他背了，我们没背，因为律法总结是谁啊？基督。我们借着信把基督接进来，就得着义了。阿门。别找了，我不守旧的，我也不被旧的审判；我要守旧的，我要被旧的审判。听懂了吗？是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有许多人竟然他没明白，所以主说这个百姓有蒙了心，眼睛看见，眼睛闭着，耳朵发沉，看着看见却不晓得，听使听见却不明白，是不是？有多少人是听那耳朵不好使，眼睛不好使，赶紧叫里边给你那耳朵给你割一下，找个血气的里边把那耳朵给割掉，那肉耳朵给你割掉，主要给你安一个灵耳朵。是不是啊？把找一个血气的人，把那眼睛给你像三寸给你挖下，挖下之后就又有能力了。瞎了以后杀的仇敌比生前杀的还多，好不好？好，肉眼给你挖瞎，灵眼行不行？灵眼开了就好了，就杀的仇敌比生前杀的还要多，行不行？你现在有多少人糊涂到这个程度？你不是说我今天越过了律法，不去守律法，因为这不是给我设立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不是给我设立，是给狗设立的。
是给那些不是神儿子的设立，是给奴仆设立的。是，我不能去守它，行不行啊？不守它，非得不守它，不守它。我要不守律法，我这天天没事干的，就得靠守律法，好有名声的。好像信耶稣就是为了守律法，犯罪、犯完罪、再认认完罪，耶稣保佑永远有。搞笑。他为什么要编一个耶稣保全给你同学？他是不是想犯了罪，我好用耶稣保全洗啊？嗯，是不是这个目的？他们想要干嘛？说想要犯罪，是不是？守律法的目的就是想要犯罪，是不是？犯罪了。而耶稣说，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守律法，就不要再犯罪了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不要再犯罪了，你们不要再犯罪了，什么意思？不要再犯罪，是我靠肉体满足吗？耶稣讲这句话，不要再犯罪，是我靠肉体守护吗？不是的，他说不要再犯罪，就这意思，你不要再去守律法了，你守律法守不住你的犯罪法，凡犯罪的都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的就是什么？就是罪了。什么是罪？违背律法才叫罪，对不对？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罪，就不犯罪了，对不对？有律法就有罪，没律法就没有罪了。耶稣说不要犯罪，就是意思你不要再去守律法。你手里把天天被你把功高，你天天在犯罪上，你在律法下你就是个淫妇，你在律法下你就是一个贪的，你在律法下你就是瞎眼的、缺德的，对不对？耶稣把这规条、这些律法上所写的攻击我，有爱我自己不是教牧师啊，是把他什么涂掉，并且撤去，下面是钉在十字架上，钉完没？好吧。能不能找到了？找不着，找不着还用去守吗？已经钉完了规条，我不用去守。耶稣已经把规条都撕下了，不用你，怕你去找到去守啊。神说怕我们守，神是不是不让我们守？对，怕我们守，因为我们肉体软弱，守不住。神好不好？好。神爱不爱我？爱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信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得明白神为什么爱我们。神知不知道我的肉体软弱？知道。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律法，神知不知道？知道。知道，不让你守。正因为不让你守，才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以自己身体规条变成就是那律记在律法的规条，是他自己拆的，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自己来拆的。这样你就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害我们的字句，把它彻底钉在十字架，这对我们好不好？好。既然这么好，为什么有人不理解？凭什么不让我们守呢？那脑袋不愣的，就那个将领，那个将领啊，那将领说什么？那凭什么不守呢？那不都是神的话吗？为什么不守呢？你说这个人明不明白？明不明白？懂不懂啊？你爸爸给你把你的旧衣服给你脱掉，给你换个新衣服，凭什么不让他把我的旧衣服脱掉呢？你爸爸告诉你，那毒药丸不能吃，凭什么不让我吃呢？叫你吃好吃，不叫你吃好？不要你吃。那毒药丸是吃了好的，是不吃好？吃了怕你承受不了，你要死，你就把你毒死了，对不对？那不让你吃，为什么就说上帝怎么这么不讲理呢？设立律法不让人守，凭什么设立律法不让守呢？我要守怎么的？死是我的事儿。这亚当在伊甸园里为什么要吃分别三恶树果的原因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能吃分别三恶树果？就是不理解上帝，凭什么不让他吃？所有树上的都让我吃，为什么不让我吃？我吃了还得死，我就怕，我就不信那个邪，我就看死不死，非得跟上天讲理，吃一下死了，死了活不活该？活不活该？活。
今天手里马哥要走，手被咒诅了，活不活该？活该。啊？活该。死的活该，对不对？因为主屠了就是判你手，主吃掉就是判你手，主把他钉在支架上给找不着，给营子找不着了，都一同埋葬了。把那个能攻击我、有爱意我们的自己把它屠抹掉，并且撤掉，把所有能攻击我们的都全部撤掉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爱你，不让你死。这样撤掉之后呢，你也做了这件事情，和没撤掉也做了这件事情，你不一样对待他，不一样对待他。有律法和没有律法，上帝对待的方法绝对不一样。你信不信？上帝就看你有律法没有律法，把一些律法违反的被咒诅，把没有律法的笑话亚伯拉罕之心逼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上帝就把祸和福沉溺在你面前，旧约也是这样，新约也是这样，把祸和福沉溺在你面前，你来选，好不好？你自己选一条，你告诉你是要福是要祸，你是告诉你是要得福是要得咒诅。得不得祸你自己来选，对不对？上帝把这件事情呈现在我们眼前，神就知道有一群人肯定拒绝，肯定不要。不要的原因是因为圣经有话说，这百姓因无知而灭亡的，是不是啊？因无知，你说这个在圣经摆的明不明显的？正因为人肉体软弱，神知道人肉体软弱，所以不让你守，不让你守着。你就算做了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我上别人家栽了这果，吃了也不能按照律法定罪，对不对？当你手靠着手，这时候你栽果，就有人定罪了，对不对？小孩做事和大事，大人做事同样做一件事情，不能一样的对待方法，一定吗？这就是耶稣说，你为什么要回转？像小孩就是没有律法，没有律法就像小孩不一样，得意自由的，在基督耶稣里得意自由的，不分辨什么善恶的。耶稣就是不分辨善恶的，你信不信？耶稣不是亚当的后代，耶稣是不是分辨善恶的？在马太福音从亚伯拉罕那个地方开始算起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大卫的后裔。是不是从马太福音从这个地方开始算起？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家谱记载下来。从亚伯拉罕的姓名地方开始算起，所以耶稣是不分辨善恶的，不分辨善恶。神好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罪。今天他愿意所有的人都不分辨善恶，你听懂吗？让所有的人都回转，真正的回转是变小孩子样。真正的回转不是我今天我回转，我今天做错了，我的下回我就做好。有没有这么理解？我今天做的不对，下回做对一点就好。我今天没改好，下回改一改不就好了吗？我今天没守住，下回守住不就完了吗？我今天做的不很。不是很好，下回做好一点，不就得神喜欢了吗？神说，人非有信德就不能得神喜。你的信不是你的手就能，你要靠手，你必要死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人靠遵循律法在神面前诚意的，这明不明显？那么我们把这圣经全部敞开的时候，把整个从旧约到新约全敞开的时候，会发现一个奥秘。那神的心意就是不让我们走，你信不信？在旧约里你也能发现这个奥秘，不让我们走，凡守都倒闭后，凡不守都进家，对不对？凡凭信心就得到神的喜悦，不凭信心凡想守的都得到咒诅了。这是不是心意在旧约就已经显出了？那些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承受得福。上帝怎么给亚伯拉罕祝福，也照样给我们祝福。那祝福我们的，神就祝福他；那祝福我们的，神就为他祝福，好不好？
神是赐福的神，不是降祸的神。你听懂了吗？神不是赐灾祸的神，神是赐降福的神。只要愿意把他的福分都给我们，就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心。有没有什么心？他所说的话我们放在放在心上，我们侧没侧耳而听，留没留意。所以在圣经以赛亚说的，我的百姓不留意，以色列不留意。今天的救恩得不留意，你能不能得到这个救恩？你不留意得不着的。为什么神就把这个奥秘隐藏在圣经里？有许多人就按字面的意思一下就把人带到肉体里，按照字面的意思就带到肉体里。如果我们是认真地查考圣经，会发现上帝做那些事情都是为我们，他给我们开路，他给我们做成，他给我们铺垫，他给我们就是建立这个基础，叫我们在上面通行无阻，也在上面行走，好不好啊？神爱我们，实实在在的爱我们，他没有把我们丢弃。好，再回到哥罗西书。这些东西同问题，我们看十六节，十六节涂抹什么东西呢？找到没？第十六二章十六节，所以不惧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谁的？正因为是影儿，不是实体，所以旧约一点的影子也不可以从我们中间出现。要除就把旧教全除尽，行不行？行不行啊？把旧约所有的影子给它除尽，只要是有律法的影子，就一点也不能留。听懂了吗？上帝要考验，看你中间有没有律法的影子。你自己会发现，你自己现在在旧的里活，是在新的里活。既然是耶稣做成救恩，他把表下造成中心，他首先是拆后造的，拆什么呢？涂抹、拆毁、灭绝，把那些冤仇全灭绝了之后呢，把那些攻击我们、有爱我们的字句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先过了这个铺垫的工作，好叫我们两下在新耶稣里造成一个新人。他做成这个工作的，那我现在要再去找这个影子，行不行呢？安息日是不是影子？是。节期是不是影子？是。月朔是不是影子？是。这些都是影子，你注意看这个经文啊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，吃什么喝什么，这叫饮食，对不对？对。不拘在饮食上。那有的人问我，那我现在我可不可以吃血呢？这是不是饮食？是饮食，是饮食，用过吗？啊，王弟兄，那我今天先拜哪一脚？出门先拜哪个脚？是用过吗？王弟兄，我今天早上起来用过刷牙。王弟兄，我今天早上用一洗脸。王弟兄，我今天用穿衣服。吃什么喝什么是生活中间，穿衣戴帽是生活中间，为什么问我呢？这个生命，我讲的是生命之道，和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最后你会看，我讲讲的，我把今生应许和来生应许分开成后了，我在讲，你会发现，耶稣说我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就对了。讲灵才讲天上，讲肉是讲地上，对不对？讲生活讲地上，讲生命才讲天上。对，那你还用我王弟兄我英英那今天是不你还用王弟兄我今天卖哪个脚？我现在我让你卖哪个脚，我又成为你的律法，我又成为你的律法。现在爱卖哪个脚卖哪个脚。王弟兄用不用眨眼？我眨眼可以不可以？算不算犯罪？不用问这个问题吗？这小孩才问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不懂事的小孩才问这个问题，我们用不用？你爱眨巴几下就眨巴几下，你爱不眨巴，你一个人在那瞪着不眨巴，也没有人管你，你能瞪到那么
时间，那眼睛不怕干不行不瞪的，行不行？行。没人管你，是不是？你早上爱吃饭就吃饭，不爱吃饭就不吃饭。别问王丽英，我用也今天早上接的呢，好像我是圣女。跟网上一顿问问这话，问这话给我气坏了，一问这话就给我气坏了。你说，我说能不能行呢？完了，王丽英用不用结婚？好像我是女神似的，什么都问我，什么都问王丽英。你结婚，你睡觉，你吃饭，你这些穿衣戴帽，这些都是生活上的事，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？你上轿轿位，我弟我丈夫家弟兄要这样跟我在一起睡觉，我应不应当跟他在一起？圣经怎么说的？圣经怎么说的？这是不问我吗？用不用问我？难道说我还查问你这些事吗？神还查问你这些事吗？啊？用不用呢？不用不用。吃什么喝什么，有人会监督。咱们这能吃牛肉，那猪肉旧约的说不能吃啊，那是旧约说不能吃，在律法下头说，这是保罗为什么说，我为了叫弟兄不跌倒，我宁可不吃肉。不吃肉是什么？旧约的不吃，有很多的人不吃肉，对不对？但保罗这句话是从时代性说的，后来才不说，加了代性。往后从哥林多书书信往后，哥林多后书往后再一次也没提到，却说一刻功夫也不能容养自足的。信心大的百物都可以吃，什么吃的？信心小只吃什么？吃菜。有的人就说鬼魔的道理说禁止吃喝嫁娶这些东西，禁止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只要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气的，都因人的祈求和神的道成为圣洁了，对不对？吃喝这些东西不要问，你吃你就吃，你不吃你就不吃，你爱吃鸡肉你就吃你的，你别说你们我不吃鸡肉，你也别吃鸡肉，你要吃鸡肉你就是罪，别和罪人挂钩，吃不吃和罪没有关系。你不吃的人有好多人不吃肉，是不是？能不能代表他是圣洁人？有的人就什么也不吃，香他什么也不吃，就是睡前规条在舒服的他，哎，其实会他吗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可，这也不能吃，那也不行的。就拿这些饮食上头，这里边就什么，不拘在饮食，饮食吃喝的，还有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什么婴儿？那群体却是谁了？基督的。无论是饮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他都指向基督。对不对？你也不说我是安息日的，那形体就是基督的。基督来的那些旧约的安息日的日子全部废掉，不让人论断，又去守那些日子。一守，别人就论断你们是不是还守旧？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了不要守。再看加拉太书，你要一守他就害怕。第四章，加拉太书四章，不要守旧约东西。这些就是那些影子啊，涂抹的在律面上说攻击我们，有碍于我们。你要守完了才攻击你，你不守他也攻击你。魔鬼就是你向着他，他就最后他就把你弄到地狱里，你不向着他，你就上天堂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第四章第八节，当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啊，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，现在你们既然被神，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被神所认识，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，又归回到旧约里，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？下面情愿给他做奴仆呢？这是不是给他做奴仆啊？下面说，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都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。不，你再去守那些日子，保罗说为你们害怕，怕唯恐在你身上枉费了。我把你，我拆毁那些什么月座啊、节期、安息日这些东西，饮食东西我都拆了。我素来所拆毁的，谁要见到他证明这人是什么人？他拆你见了，你是什么？
上帝不是说你做什么事儿吗？就是他拆了，他说这律法这规条不能守，我把它拆了，你去见他，你就是犯罪的。在旧新约里头定犯罪不犯罪，用什么定呢？信不信？你见律条要干嘛？我拆了你要见干嘛？是不是要走？对，你要守，是不是我拆回来你要去见的目的是要守，所以你就是犯罪的。神在新约里设定一个判定一个人犯罪不犯罪，是因为他设的你没有去注重，他不设的他拆了你去守去了，这就是犯罪的人。这是新约里头，不是你做什么坏事吧，而是他做这件事情，他让你做这件事情你没事做好，他不让你做这件事你去做什么，这就叫犯罪。这个新约里犯罪旧约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那标准是什么呢？那标准是什么？是神自己设定的标准，不是人间的标准，不是我遵守哪一条我就是不犯罪。而多半教会中间衡量罪都是，哎呀，我今天做那件事呢，哎呀，这不合神的，不讨神的喜欢，我做那件事呢才讨神的喜欢。你做不做和神都没有关系，上帝就看你今天在不在他设定的这个范围内。嗯，你守不守他告诉你叫你守的东西，还有那守信心的道，你去守律法的道。你现在你犯不犯罪？他让你把这个律法规条整掉，不用守，不在乎遵行律法，即使出于恩典不在乎守的，你去在乎守去，在乎遵行律法，你守不守？这就叫什么？犯罪。所以他定罪的标准和人定罪的标准不一样，他们称义的标准和人称义的标准不一样。人间是什么？雷蒙只要做好事就是好的，对不对？而在上帝眼里不一定做好事就是好人。听懂这句话吗？做好事的人不一定是好人，做坏事的人不一定是坏人。听懂了吗？就看上帝今天所设立这个标准是什么。你达不到他所设立的标准，你做好人也是坏人。他这里立了一约，你没有守他的约，你在约里面做任何的好事都是罪。我再说一遍，我看谁能听懂，别在那沉啊，听懂了？你看谁能记住这句话？在他跟你立约以外，做任何好事都是大罪。对，你觉得我这是从群里去做任何的东西都是罪，违背了他的约，做任何好事都是罪。听懂了吗？当你遵从他的约，做任何的事情，在约以外做任何的事情，神都不记住。是，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说我纪念你们的罪钱和你们的什么？就是按约来定。他不是按照约，你只要遵守他的约，你在约以外你做的事情呢不纪念，你没有做什么约，把约违背了，你在约以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犯罪。你听懂吗？这就是雷蒙为什么做许多好事，电视台专门找这样的人去打。来，这都给他预备好，人上帝早就给你预备好。耶稣走哪该拣选哪个人，上帝早就预备好了。你信不信？走到哪个地方，走耶利哥，该领瞎子出来，该撒该出来的时候，到了他的时候，撒该就出来接待耶稣。只要到了瞎眼可以开的时候，他就出来，那瞎眼就出来，都预备好。那电视杆子也是预备好的。早早的就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把这电视杆预备好，预备什么？这电视杆子给谁？砸谁呢？砸雷吧。砸雷锋可笑吧，雷锋行为干预，一切因为雷锋这件事情，他觉得这件事是好事，这电视杆早就准备好就砸他脑袋，肯定给他砸的脑浆都崩出来，保证叫他一下子就解决问题。你信不信？这是传道书，不是我说，传道七章说的，一人行义反致什么灭亡，有个人行恶倒想什么，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。不要嫌弃过分，何必自称智慧，何必 自什么
秩序再稳了，不要什么都过分，隔壁不当其人死。你试过这个为美，那个也不要从错，因为敬畏神的人必要从这两样做出。因为世上靠行善犯罪的人，这是这个经文多了，有多少人发现这个奥秘呢？好，跳出约，不守约。亚当，上帝按照亚当定罪的，这亚当的罪没解决，去解决什么罪去了呢？去解决我个人这个罪。而个人这个罪，只要你把亚当这个罪解决，你上帝说你的罪我纪念，我纪念你的罪钱和你的什么过分。这样他不听，他的耳朵堵着，他说啥来鬼。他说你只要把这个约这个问题，我和亚当这个约，你们成了罪人了。你把这个亚当给你带来这个罪把它解决掉，把这个处理掉了，你个人的罪钱和过犯我就不再纪念了。是不是应许啊？是。是不是应许？现在有多少人注重这个应许了呢？有多少人注重啊？把上帝要今天定罪这个忽略了，把上帝不定罪这个注重了。是不是注重罪孽啊？注重什么呢？注重上帝不注重的，去不注重什么？不注重上帝注重的，什么意思？注重上帝不注重的，不注重上帝注重的就是罪孽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神不注重的是罪钱和过犯，他是注重罪钱和过犯。神注重是亚当一个违约了这个犯罪，他不注重上帝跟亚当立这个约犯的罪，你说是不是罪孽啊？这是罪孽深重的人，何等大的罪孽！有多少人真明白了？明白了吗？真明白了吗？明白怎么都不敢吱声，都不敢说话。明不明白？明白。真明白假明白？真明白。听懂吗？听懂了吗？上帝注重什么，我注重什么。对的，你就是顺服，这就是亚伯拉罕。在旧约圣经里，你看亚伯拉罕上帝从来没责备过他。在新约的马太也是一个人来责备。四福音哪一个福音中间都责备法利赛人，包括保罗的福音，是不是？包括犹大说，是不是？包括启示录里，许多经文都在说这些假冒伪善的人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在圣经里给我找一段经文，不责备那些娼妓和盗匪，也不责备别人。在旧约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看在旧约，上帝不责备亚伯拉罕，因为有新约，上帝跟他立的是恩典之约，是新的约，所以上帝是守约，是慈爱的约。就约守住就行，约以外的不用你付出，你看累死你，他就叫你弄简单的约，就叫你守最简单的约。约以外的事情你要多守全，你就累死，你不用守。对不对？神给没给我开，给没给我开绿灯？开绿灯，就是长灵的绿灯。原来是有红灯，现在上了不用红灯，不用红灯了，就全开绿灯。那个绿灯一个灯开绿灯，所以你怎么闯也不能闯。对，因为总是绿灯。这就叫安全，对不对？对。开绿灯，你过马路、过十字路口也没问题，因为都是绿灯。走到哪儿都可以随便走，听懂了吗？所以上帝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信，好不好？好，信就能跳过这些上帝所涂抹这些律例。他涂抹完了的东西呢，你别总心里还有这个东西。你比如说，你就天天就在，哎呀，圣经说，汉人就杀人，汉人就没有永生啊。所以我得去守护我的汉人呐、你有没有这么守？没有。上帝叫你他涂抹这些东西，不去守的时候，你自然就是汉人了。对，听懂吗？因为主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他涂抹完了，你就不去守去了，你就是新人。新人。新人呢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新人，就成了光明之子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和什么信实。对不对？一切公义、良善和信实，你先成为光明之子。你别说我一说要成为光明之子，我使劲做光做盐，使劲在那做呢啊，做光做盐。
只是跺着脚的作业也不能成立，你不用顾及你自己去做。上帝说的，你要首先要跟从我，你就不在。简不简单？简单啊！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途径，上帝给你，今天我有途径，对不对？成义有途径，我就有途径，是不是？我要得到主的爱有途径，我要有能力有途径。他给你设立这个途径，如果你走是顺顺利利的就走过去，如果他给你设立你不走，你自己走选择你自己一条路，你越走越累，累吗？就像那个兔子被那个铁丝给勒住了一样，你别动啊，勒住了你先别动，你越动越勒，越勒，你就越上不来气儿，上不来气儿，你越挣扎，越挣扎，越搅越搅，这缠子越多，死只有死路一条，对不对？对，听懂了吧？听懂了。那胳膊扣一下勒住了，你别动，别动，主人来了，给你什么？妈妈刚刚意思。这是来了，你看着人来了，你又蹦跶起来，嫌你蹦跶，蹦跶最后把你自己蹦跶死了。你越不蹦跶，你就不死；你越蹦跶，你就得死，就得活把你勒死。律法就是这个，你越在律法跟前勒住了你，越挣扎，明白？耶稣来给你解除，好不好？好，把那捆锁你的东西把它解除掉，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好不好？对吗？行不行？行。干不干？干。愿意不愿意？愿意。不愿意活该。好不好？谁不愿意谁活该啊？对。谁不愿意谁活该？上帝说，乐意的，凡乐意的都可以来，白白的取生命之乐。对。乐意的来，不乐意的不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我们讲这个道理，乐意到这里来听的。不乐意不用来听，就为世界的好处不用来听的，就为得那一点暂时的利益不用来听的。对，谢谢。当你要得生命之道的时候，可以来听。这个道是释放的道，不是捆绑的道。耶和华是赐福的，不是降祸的，对不对？降祸是因为他不听主的话才降祸。上帝告诉他不用守律法，他不听，他说我给你守。降灾祸给他了，活不活该？活该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所以呢，主说，主说什么？接着保罗的口再说什么？给那不是神的做奴仆吧。你从前不认识神，所以他做律法不是神，你却守那些不是神的，要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无非想借着守律法讨神喜欢啊？我得守住啊，我用这个大肉体守住啊。你的死再长都没守，做了杀人把那肉体给死下，给死下这个阴阳定，但我灵魂这个就完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效仿是加强。肉体因罪跟基督同死钉十字架，心灵因义而什么？而活，而活。这个方法好不好？好啊，不用手了，不用把了。当我用信心与主联合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新鲜变化的时候，这就造成一个新的。你也更新，我也更新，所有弟兄姊妹心意都更新，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新团。听懂吗？听懂吗？这就是新人。你现在你就在旧里活，你能不能更新呢？什么都守旧的，啊！你今天活在这个时代，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时代，去守唐朝的律法，你标不标啊？标。缺不缺心眼？缺。你今天活在这个时代，去守2000多年前的那个犹太人的律法，你说标不标吧？标。啊？说有问题呀、啊？那律法根本不是给我们设计的，为什么有许多人把它搬过来就给教会弟兄姊妹守，甚至传道人都说都在那守？你说标不标？缺不缺不缺心啊？缺。脑袋一定是有问题的人，把弟兄姊妹一天累的，你是你奉献了，你奉献照顾就给你道理。那话对谁说的？对谁说的？怎么不看？
爱的，是对旅行病患以下的人说的，还是对恩典以下的人说的？是对旧约的人说的，还是新约说的？要是我刚讲完，又跑上去，十一奉献不是律法啊！我刚在一个地方讲完，他去了就搬道去，就说十一奉献不是律法。那你告诉我十一奉献是什么？如果不是律法，耶稣就在七月里多次在说，一个人两个人到店里祷告，一个人祷告说独自站着祷告说什么？对吧？我不像那个女人，什么坏事都干。你看我们今每星期进食几次啊？两次，凡我所得都献给你十分之一。是不是这么说？耶稣说好，做得不错，夸赞他，是不是？夸没夸？没有。那税利子税清了是吧？看肯定我的罪。耶稣就问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人回家到底那人为义了？他不说这句话，看肯定我的罪人回家就成义了，对不对？凡自高的必要降为卑，那自卑的必要升为高。耶稣给他个评价。他说我所学的是不是自高？是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还有一群都围着那奉献箱，一群人都是财主，那奉献钱都拿出，有人奉献100万，有人奉献1000万，还有人奉献50个亿，有按照多少？按照挣的多少按十一奉献，唯独一个穷寡妇把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捐在奉献箱里。当时有人那是捐的那么少呢？捐的少是用人眼看是少，对不对？是。但这里为什么提到一个大钱，两个小的分开？如果分开说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，一个大钱他捐里头想不出他有信心，两个小钱他完全可以留下一个捐着一个，对不对？他就没有俩一起捐的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耶稣夸谁的？是夸他捐了50万的，还是夸他两个小钱？两个小钱啊？夸哪个？哪个多？小的多。上帝不看你挣多少钱，捐多少钱，上帝看的你是捐多少。先这我挣5块钱，我把这5块钱全投进去，没全染了。而你挣100万、1000万，你5000个亿，你捐上5个亿，500个亿，10分之1，500个亿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是拿出来1/4，而且穷寡妇是全染的，哪个大？哪个多？哪个能上帝的呢？那是凭信心捐，你那是凭律法捐。只要在靠律法捐的，因为这些事情，无论是祭物、礼物、燔祭、赎罪祭。这你不愿意，因为这都是照律法所限的。希伯来书第4章明明说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这个影子出不出去？出不出去？这影子，守节期、守月朔、守安息日、守饮食，这个影子出不出去？出去了。还用不用问王弟兄？我还用不用吃血？不用了。用不用问了？不用。还用问王弟兄用不用捐献1/10？不用。不用了。你看。甘心乐意和律法强逼的你，现实已经拿不好。那些人想吃教会你，所以他才去告诉你，你务必得教，务必得献上生命。是，我们这群人不是的，是被圣灵感动的，甘心乐意的。我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，对不对？我愿意拿上1/10，没人管；我愿意拿上1/9，没有人管，对不 对, 对我愿意纳上1/0.5，也没有人管，对，对不对？别人不管你，也没有人瞎着你，对不 对, 对这叫凭信心献上，蒙上帝的。所以把这个影子从我中间除掉，一点痕迹也没有，好不好？好，一点点叫那是全团都什么？好了，就一点。有孔令旺姊妹，他就说一点点地方。这李平姊妹一点也不少，他俩肯定就有仇。你们中间有一个隔断的墙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东西在那隔着。他觉得守对，他觉得不守，你俩今天肯定不能同意。这样怎么可以呢？他说，红楼梦子说，我们得守十一奉献呐。
李平说我们得听大八哥，圣灵感动的，是不是啊？原来乐意的乃是神所喜悦，好不好？你看他俩肯定意见就不同，意见不同，他俩一搅的会影响周围一群人，这就叫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，好不好？我们既是亲团，那就得守亲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既然是亲的，就应该喝新酒，对不对？新酒遇到圣灵，我们既然是新的人，我们就应该活在新约里。我们今天是建造成一个新人，那新人他要在基督的一个身体上建造。基督是新的，我一定是新的。我新的人又去守旧的，我想怎么样？我想干什么呢？啊？是不是啊？教会想合一，必须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，没有任何旧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。教会想合一，弟兄姊妹必须是意念相同，心思相同，看见相同，弟兄姊妹的所有的信仰在根基上相同，被一个灵所传带，见到一个基督的身体，都在一个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好不好？教会想合一，不是我们今天笼络人心的，不是人方法的，上帝给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好不好？道合一，教会自然就合一。道不同，不能相同，对不对？爱人不同心，岂能不行呢？你根本就不同心呐！有带旧的灵，有带新的灵，有靠肉体守的，有靠信心的，这能相同吗？使劲往心捏，他捏不到一起去。是，不信你试看，捏捏不到自己去。那干面的，我那个包饺子的时候，你不包过吗？把干面弄多，两面都弄面，干面弄得太多，给你要饺子，磕不上。你就使劲捏，他保证最后还是什么？开口的，开口的，捏不住的，听懂吗？听不听懂啊？他以为有东西啊，那拦阻啊，必须把这些东西都除去了，这个饺子才能包成，成为一个新的饺子，才包成一个团嘛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如果你不是这样的，基督徒就是这里面有东西。你里边东西除掉，你里边东西除掉，旧的东西全部除掉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在新耶稣里会合一的。那时候就没有旧的，没有我的东西，一点我的都没有，不为我的东西着想，没有旧的东西，那全是新的，一定成为新的，成为新人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休息。